对，就是我手上戴的小米手环三。小米手环三呢，我也测试了三四个月。因为我觉得手环这个产品呢，喜欢的用户特别多，全球范围已经卖了五六千万只手环，所以呢，大家都很期待下一代手环。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把手环做好呢？这一代手环好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先有一个简单的视频。帅吗？好，他帅在什么地方呢？他帅在手环上放了一个 0.78 英寸的 OLED 的屏，这在手环里面算超级大屏。他们这是市场部写的，不是我干的啊。我跟他们说超级大屏，这个屏，他们说雷总，这在手环里就是最大的屏了。然后 0.78 英寸的超级大屏，还是触摸屏，还支持按键啊，在这么小的体积里。还有这句话我是觉得特可笑，但是他们说很重要，叫可以显一个屏幕可以显示24个大汉字。哎呦，那个大被我去掉了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对，他们意思说很多人做手环那个字显示的很少，看不见。哎，咱这手环显示的字特别大，能看得清楚。那么有了这么一块大屏能干什么呢？今天中午吃什么啊？能显示微信短信的信息，还可以直接显示来电信息。因为今天很多人的手机特别大，都放在包里，那么电话经常会错听，那么你的手机上就可以显示谁来电话了。如果你不想接，一按就可以拒接了，一按就可以拒接了。这样呢，避免漏听重要电话，尤其是开会的时候，这个功能特别特别有价值，有特别有用。好，手环有哪些重要的功能？我们回顾一下：可以计步，可以计睡眠，可以算心率，可以显示天气，还有微信抢红包提示，还有查找手机。有一次手机我不知道放了什么地方了，我的手机在手上一按，哎，那个我的手机就开始叫，这样呢找手机特别方便。这个手环三的话呢，在防水性能上也得以大幅度提高，做了50米的游泳防水，它叫 5ATM， 这个防水等级比 IP67 要高不少，50米的游泳防水。第二个的话呢，续航呢是小米手环三很强的东西，他们在重度使用下测试了一下，能用23天，重度使用，就是测心率啊这些使用都特别耗电的。在重度使用下能用20几天，如果轻度使用的话用个30几天应该没什么问题，所以呢功耗特别好。我在微博上问大家，我说你最关心小米手环三的东西是什么？大家说手环，说万代。哎，我说手环为什么关注万代啊？其实因为我自己也用了这么多年手环了，万代对手环设计来说很重要。第一个呢是有不少人戴手环过敏，所以这个万代一定要用亲肤材料，然后要对皮肤是友善的，它不容易过敏。所以呢我们做完这款材料以后呢，通过了国内和欧洲的两个认证，它是亲肤的柔软材料，这个材料很柔软。第二件事情，很多人投诉呢说手环这个万代啊经常把手环给搞掉了。以前啊，然后我们这次用了双色咬合成型，牢固锁定，不易丢失。我就问了研发团队，你们怎么锁定的？他们说我们在测试期间每一个手环都要经过2000次拆，2000次装，都做过2000次，然后测试呢完全没问题。后来呢我试用了这么长时间以后，我觉得这个手环咬定是足够坚硬的，是非常难以脱落的。所以呢我说这是消费者最关心的痛点，我们一定要把消费者关心的痛点认真的解决好。好，我们有一个视频介绍手环三的。
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在座用过手环的举个手。啊，几乎80%几的人都用过手环啊，所以对手环第一代、第二代都很了解。我们看一下第三代，第一代我们是用第二代用的是0.42英寸的屏，所以呢，到三代的时候用的0.78寸的超级大屏啊，然后也支持触摸屏，支持蓝牙 4.2， 电池放了110毫安时，然后支持20多天，然后50米的游泳防水，双色咬合成型更加坚固。多少钱呢？169块啊。好，好，还有一个，这个版本呢199块，正在和各地的公交公司正在联合测试之中，估计要到8、9月才能上市销售，是因为测试100多个城市的话，工作量特别大，希望大家谅解，正在测试之中啊，陆续会开通各个城市的，各个城市的公交卡。